平时收到的玫瑰花都可以这样做。先把玫瑰花泡水清洗干净，放到筛网上铺平，晾干水分，去掉花蕊，留下花瓣。把花瓣装进盐玻璃捣碎，接着装进纱布里挤出汁水，最后最好再过滤一遍。关键的来咯，不要挑不粘锅且受热均匀的，加入盐和玫瑰汁慢慢炒干，炒的过程真的好解压。倒在烤盘上铺平散热，玫瑰浴盐就做好啦，有很好的放松减压去角质的效果。用法也很简单，舀一勺放到沐浴露或者润肤露里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吧。